错，过午旦感鲁塞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涛，四龙及公甲，自心常念福德高，而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信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不会是安宁，不入前缘亨利真，胜此佛佛经，不会双真障，诵此佛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，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先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佛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元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佛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恭送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佛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恭送济公佛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，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，真经运运出，消灾消解除大道尊，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得者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生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羊逢运到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到德阳，万般闲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私指点度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羊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止于至善离苦轮。二六十首一，武器朝阳一气辉，
一季杯，莲花座上会丹池。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。既人醒世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思点化脱苦之，学治中庸病。心诚法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财。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正是名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，过误但改路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逃，世荣及功奖，自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。逢凶化吉定真相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诚神性，神心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。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。诵此佛佛经，无畏双根长。诵此佛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禄布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基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者阳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得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先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佛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缘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佛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吾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勇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佛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下北不安。
灵，侵占人天，九连圣教归神，天垂收元显在南北两极临中序，稳元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天窍，无以瞻前，何同何要加去此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夺夺金莲去超生，赤德西来白羊子，香河点体每日念安斋八难，要想成行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及学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如石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请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石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福王赐礼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方来大藏经，婴儿怕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与宿处，念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李刘淑萍，弟子史农州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
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佛佛，济公佛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道，世所至道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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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谢谢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感谢书本的导读。好，感谢各位前贤一起护持诵经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拜拜。陈廷任，你家很冷吗？对啊，下雪啊。我都穿短袖还流汗呢，啊，你怎么穿这样？很冷吗？是啊，我的二楼比较冷啊。不是哦，我那要保重啊，那棉被把它扛起来的。好，谢谢关心哦。好了，我们点餐收拾呗。好，拜拜。我们领证收拾呗，各位再见。拜拜，晚安。拜拜。我们领证晚安，感恩哦，感恩。赵师傅，哎，领证晚安，晚安，再见喽。哦，组长好，晚安了。二副领证晚安。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感恩啊！后前的慈悲，感恩，组长的我们感恩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灵人，各位护灵人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二护灵人晚安啊！组长晚安，林天健前贤晚安。